以后就要排队啦。全球大家为了吃美食的这个精神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奋勇，一马当先。很多人是为了排美食，我有朋友说他可以排到2.5小时，太厉害了。为了吃泰国的一个蜜糖吐司啊，他说他排2.5小时就5分钟吃完。我说是店家赶你走吗？他说不是，太好吃，5分钟就吃完了，把吃一滴呼噜。对啊，值得。那像我的话呢，是曾经为了吃好吃的海鲜寿司，早上大概9:30说老公带我去，现在去好不好？我老公想说你疯了，因为那是吃中餐的，可是带我们9:30、10:00到，先去抢位置。哇，这么热吗？因为那个大概过11:00就全部都是香港观光客。哦，对，因为你讲到日本寿司，那时候去竹地，日本竹地的时候，就早上坐第一班电车4-5点钟去坐，然后坐到那边，然后发现那边已经要排大概1.5小时的队，好可怕。但是真的很好吃，对，所以这是我们三个里面应该是你吧，你应该会为了美食最常排队。我还蛮常排队的，就是那种拉，因为前阵子很疯拉面的时候，就是看到拉面店我一定去排啊，然后排大概1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都有。哦，最极限是这样，极限大概1个小时以内是我的极限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所以问一下同学，你会为了美食排多久的队嘞？吃到的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啊？5小时哎，5小时！天哪，这坐高铁都到高雄了，又回来，来回了，对啊，来回了。拍什么？寿喜烧，就是有一次晚，就是我中午就去了，而且是吃到饱那一种，然后我中午就去了，可是他真的太多人。开吗？有开，可是太多人了，然后他就叫我等到晚上，可是我还是有吃啊，就是很爱吃。值得吗？很值得啊，超好吃哎，真的。对啊，都没有静脉曲张什么之类的吗？5个小时还好啦。哇塞，他居然可以这样子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让两边红白来对抗一下。今天的大学生们有口福了，这位美食介绍员要来分享最近发现的潜力美食。首先，大学生们先分为红白两队，双方借由2000元的竞标金，并由队长开拳决定赢家。获胜方派出队员试吃，说明感想。两队可以依据试吃心得判断该美食的竞标价值，公布底价后，出价最高者就能够吃到经典梦幻美食了。好，我们这个规则看完之后呢，马上就有请我们今天第一位介绍人恩琪出场。哇！哇塞！我今天要介绍这家店家非常特别哦，它都是蓝带主厨特别研发的，然后别的地方绝对吃不到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食物的断面特写，好吗？来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是瓦沙里吗？我是那种饼皮，是绿的，还是瓦沙里皮？生鱼片吗？冰淇淋吧，冰淇淋。就这样，各位。看这个断面的图，你们有想要吃、想要下标的冲动吗？全叉。阿 Q 想要吃了，因为我打圈，怎么东西出来你就想吃？因为那很像一个那个 wasabi 的感觉，因为我最喜欢吃沙西米，所以我觉得它有可能是 wasabi。它可能就是只是 wasabi， 没有。有可能是沙西米，你要吃 wasabi。那我们要请两边队长猜一个拳。来，哦，又是世仇哇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Patrick 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这一队要派出一位来试试试喽，怎么样？看看口感，哪一位？晶晶，好，晶晶去试吃。好，晶晶试吃员，来有请。好，不要让大家看到，你头在下面吃一下。哦。什么？你想尝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莫名其妙！吃什么东西？好没有礼貌的一个主持人。怎么样？感觉口感？软的。然后呢？还有别的口感吗？绵绵的，软软。哦。因为这个阶段是心理战，所以晶晶讲的不一定是事实哦，说不定那个东西吃起来会让你想起初恋的感觉吗？对，是什么感觉呢？苦苦的，绵绵软软苦苦的。好，现在就要请我们两队要开始竞标了。那我们的底价起标价是250元。
250元，每一队都只有2000元的经费哦，总共啊，你如果前面花太多，后面可能就没得标了。有啊，写比较多的就什么都不用吃了，所以要三思而后行。好，金星，最后再回答我们一次，你吃完头之后还会一吃想要再吃吗？我想要带走了。你想要带走了？他想要带走了。确定吗？哦，什么？你在同一队的吗？好，有人要起标吗？来 ，Patrick。请亮板300块，哎啊，两个啊，便宜标到，便宜标到，便宜，对，本来以为往上走，没关系啊，哦，下一维持哦 ，OK， 好，那 Patrick 这一队已经标到了，因为快把钱拿来投进来，钱先投进来好吗？来，300块，麻烦。啊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钱一定要先投进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嘞？来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请看，嘿，嘿，啊，抹茶冰淇淋。今天恩启带我们到一家新开幕的店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店这么值得推荐呢？欢迎品尝 Apple Size 的双麒麟。是的，这家就位在热闹的永康街，只要沿着捷运出口直走，一转角就能看到一栋黑色风格的建筑物。冰淇淋有多达20多种口味，可是由蓝带主厨研发独家的口味，只有这边才吃得到哦。真想要每一种都尝试看看。那请问你们今天有什么口味可以推荐的吗？那我会给你推荐我们和佩佩桑联名的猫猫玻璃露奶茶冰淇淋哦。这家冰淇淋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，店长想营造一个空间，让客人不仅能一边吃着冰淇淋，还能欣赏展览。沿着铁梯走向2楼，店里不仅摆设了画作之外，也提供了许多料理书。你看，连恩启也沉浸在美食与艺术的氛围里。今天还很幸运的能听到吉他表演。食配表演真是很幸福，就让恩启带回棚内一起品尝吧。好啦，大家来吃的时间开始了，好吗？恩启帮我们先介绍一下。这家店它很特别，它都是选用当季的食材，然后去做，所以每天都会那个会有不一样的口味，超多。对啊，像这个抹茶是他们有人抹茶是刚刚晶晶吃的，对，我想吃蓝莓巴娜娜。我也想吃蓝莓拌那个，感觉好好吃哦、喔！就是不是就是蓝莓跟香蕉？香蕉呢？蓝莓跟香蕉混在一起，香蕉味好刚好，真的非常好吃的味道，真的。这个女生会喜欢，因为它有一点点偏酸，一点点而已，酸酸甜甜的。而且它这家店很特别，它就是它会定期举办一些艺文的活动啊。那像近期啊，会有日本的画家，他在日本是一些猫咪的画家，那他近期会跟店家有联名合作，所以就推出了这个猫猫玻璃露奶茶。茶冰淇淋，很特别，两三还有茶猫玻璃露，这是最新的口味。猫猫怎么什么样的感觉？猫玻璃露名字听起来就好可爱，怎么感觉？我觉得它奶茶是那种茶香很香的那种奶茶哦，很好吃哎，这超好吃的。我要吃那个黑醋栗玫瑰，然后自己我跟你讲哦，这里面有玫瑰花露，所以吃了会白，会白会变白，有其他的很美白的效果。妙，吃起来都很天然哎，好真的，黑醋栗的是先吃到，然后玫瑰香是这样散开来，好好吃哦。冰淇淋真的还有这款很特别，就是天使威士忌，它里面有就是威士忌，可是很多小孩子喜欢吃，因为里面有榛果，吃起来像压力也蛮大的，吃起来像金沙虫，真的有榛果，而且它榛果放很多哎，这也是很厉害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好吃。然后那个抹茶，你要试一下，我觉得抹茶特别好吃。那像 K 哥下一次这个抹茶，它是日本的百年老店一宝堂的抹茶粉。然后你讲话有点一宝堂哦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天啊，我感冒啦。好，就是它里面有那个玄米茶的颗粒，所以很特别。哇，真的，这个茶香太浓了。很浓哦，然后带一点点的苦苦，这个偏酸，它是新印度葡萄柚，吃哦，超喜欢吃酸的朋友可以试试。最重要的是你吃进去那个香气都一直留在嘴巴里面，而且它真的有葡萄柚的感觉，是有点点葡萄柚的一点点苦，带回来吃哦，带回来了，谁叫你们？你看看，你们当然是不想要竞标啊，可以带回来了。
是不是？好了，超大杯，好好吃的。这个妈妈玻璃露的那个奶茶香也是不得了。嗯，还有这一款提拉米苏，茶香也太先这样了，太浓了，超大。你喝奶茶都喝不到这么香。我真的跟你讲，我下次去这家店，我会全部都点一个。对，太好吃了，店员都有挑过。你来一下嘛，帅哥，哇，都是粉红笑脸虾。哎呀，是什么想要补充介绍的吗？对，冰淇淋。就我们抹茶口味的部分的话，它是选用京都的300年老店的抹茶，300年哦，是三百年，嗯，对，然后它是用就是新全叶，然后去磨细之后，然后混合茶香，那我们会加入少许的牛奶，哦，少许牛奶，对，然后让味道更温和。所以最热卖的是哪一个口味？最热卖基本上现在还是抹茶口味，哇，奶茶店。但是说真的，如果女生像我刚刚吃的几款，比如说蓝莓、巴拿那、黑醋栗、玫瑰，哦，然后还有这个葡萄柚，然后其实这个男女都喜欢吃天使 whisky， 因为它里面真的有那个榛果的果粒，榛果很多，嗯，果粒真的很多，哎，怎么样，雅莎？有，我一定要去，我要去把所有口味都吃过。对啊，这真的很值得哎，真的真的，这已经是全部口味了吗？还是还有别的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差不多有20-30种口味，对，然后这样轮替吃，好多，哇，太多了吧？哇塞，太多了吧？所以平常去是买一球一球这样吃的，都是一杯一杯的，一杯一杯。对，对，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吃这些口感的感觉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怕冰淇淋太甜，可他们不会，完全不会，而且都很有原来食物那个食材的味道，对，对不对？融合得很好。这位香气有够，这位红三军怎么样？好吗？是，如果太好吃了，而且它其实有点融化了，但没有就不会像有些冰淇淋融化变太甜，然后整个都没有味道。它融化之后还是很好吃，甚至更黏的。吃水果的我都还觉得有点解渴的感觉，因为已经有水果的味道，很香。嗯，太好了，大家可以去好好享用一下。太好吃，这是要带给他们吃是吗？对，后面需要吗？给我们吃啊！有人要吃吗？要吗？要。300块，输的人不要再吵了，好，乖，好想吃，输的人才能吃。好，那就请那个雅莎跟少勋带给大家吃，来，对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经过第二阶段好吃的冰淇淋之后呢，我们的红队呢剩下1700块钱，700块，那白队呢还是2000块钱。接下来呢，第二道美食，我们有请阿蹦帮我们介绍，欢迎阿蹦，欢迎。想吃到美国最新最夯的甜点，不用飞到美国去，到我介绍的这家店去吃就对了。你是有特别换美国装吗？有没有啊？哦，好，我们看看这个食物的断面秀。哇，草莓，草莓，那一定是草莓。梦幻甜品太好吃，让主持人欲罢不能。制作团队从纽约回来的，然后这一道是他们专研然后热卖的必备甜品。King哥要吃一口，到底有没有值1000呢？哇，有没有？怎样？不吃就快点啊你！假的，你咬下去的时候把那个空气挤出来，幸福就进入你的口腔里面。我们一定要把它吃完。啊，是他们要吃哦。谁？我们看看这个食物它的断面秀。哇，草莓，草莓，那一定是草莓。冰淇淋还奶油。哇，那个汁啊！什么包着它？什么包着它？超甜的！哇塞！哎，好，来，光看这个断面，有想要下标的冲动吗？全场。Q， 你这是不能再错过了，因为它有草莓，现在是非常明显是草莓，草莓当然是我们最爱吃的。啊，起标价6万，六万，谢谢。女生应该很想吃啊，真甜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甜点就很适合我，因为我是真甜，所以。我买给你吃。队长先猜拳，两位，请猜拳。石头布。有烂了。派哪一位？我要派美食专家。Yes。大鹅。不好意思，那个不能吃完哦，哈。来，一面吃。有请大鹅来。一口，请出列。吃光有没有？看不到是什么东西啊？
好不好吃？哎呦，吃好大一口，好大一口，吃太大口了，吃完哎，怎么样的感觉？超好吃。他要流泪了，他哽咽。他酥酥的，然后脆脆的，酥酥脆脆，酥酥的，然后还是草莓派之类的哦，我在猜。两队要开始讨论下标的底价是多少？我觉得这样出高一点。对啊，我觉得起标，起标价300，标300。我觉得出高一点。白队再不出，待会就出不到了。嗯。一定要吃阿 Q 势在必得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请亮板。哇，一千，太疯了！他2000帮你出1000，你出一半的钱，先知再说，先知再说。后面还有别的，没关系，赢了。因为没有，因为草莓的大家都爱吃，好愚蠢哦，这样不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。但你至少赢了这一道啦。是不是金羊说的？是金羊说，我们刚刚讨论说800，然后金羊一直说1000。我跟你讲，1000，想你啊，1000。然后我就1000了。好，1000块拿来投在我们箱子里。1000块，错了，不会后悔的，不会后悔。钱在哪里？快点拿出来。好笨哦，你们说这是什么玩法？1000块，请投。好，太好了，恭喜你们。究竟他们花1000块钱可以吃到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在这边，一二三，这是什么？好可爱！是什么？这是草莓可颂。草莓可颂，纽约甜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美食特派员，很开心今天可以帮大家介绍一家，只要你听到、你看到餐点，你就会为之疯狂，女生都会受不了、疯掉的甜点店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到里面去。店里的吧台是用水泥营造一种特殊的风格，但为了调节太刚硬冷冽的感觉，店家也搭配了大量原木元素。坐在落地窗里的顾客也能够吃着甜点，看着窗外的景色，享受着温暖太阳扫进空间的感觉。而天井区的位置可是最热门的地方，有许多客人用餐都要指定这个位置呢。店内还有一个特色是采取自助式拿餐具的，所以不另外收服务费。来到这里一定不可不点的招牌料理就是多拿滋，才一放下去就能看到它快速的膨胀，炸得又香又酥。店长可是坚持要选用当天现买的新鲜水果，看着甜点女孩们是不是都心动了？快到棚内品尝吧！花了新台币1000块钱，能够吃到的梦幻礼品就在我面前了！哇！我来替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这一间甜点店呢，是整个制作团队从纽约回来的。然后这一道是他们专研然后热卖的必备甜品，这一道叫草莓可颂。对，那这一道，对，所以它的上面那个看起来像甜圈，然后咬起来口感像可颂，对，而且非常酥脆。那它这那个里面中间夹层是新鲜的草莓片，对，然后再来是卡士达酱，然后再来它会依你自己喜欢吃的甜度，然后它会给你一杯炼乳，如果不够你可以再加。那我本身是很爱吃甜的，所以我觉得淋很多在上面。那要不要先试吃一口来看看，好不好？真甜的吃啊！两位要加吗？好好，要加，要是要女生。声音真的超响亮。来，南部克里斯汀。哦，满嘴都是。哦，吃进去。哇，太棒！嘴巴好。哇哇，吃相，吃相不错，幸福啊，好幸福啊，旋转，对吧？吃到会旋转的，你看看。哦，这个吃这个。好，换你，你也吃一口，你也吃一口。我补充一下，这一道呢，它是他们店里面的招牌。然后我自己个人去吃的时候呢，那个这一道一定要等15分钟以上，它是坚持一定要现炸，对，现做。那他们店里面咸甜都有，然后咸的也有非常有名的就是。cheese 三明治 ，cheese 牛肉三明治 ，cheese 三明治看起来就是超级无敌好吃，哇，加超多的，出来了啦！好，我们再吃这道
道之前，那两位少女有嘴巴说话了吗？可以了吗？怎么样？好酥哦，它那个很酥，然后那个草莓不会酸，很好吃。不会酸。嗯，卡士达酱应该加在里面，真的是很嗨哈。哦，这真的太适合我。怎么好像刚吃完蚵仔煎的感觉？因为它上面很脆，然后之后它中间是甜甜的卡士达酱，然后再加上是要哭了吗？嗯，加上草莓，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不酸，只是它加上卡士达酱之后，它是变得非常融洽，然后非常的好吃，融洽的卡士达，融洽，卡士达是甜的，它的相融在一起，卡士达是里长就对了。所以我说，你们刚刚没有花1000块标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值得，真的吗？钱坐飞机到纽约，那对对啊，都不值。好，来 Ken 哥要吃一口，到底有没有值1000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1000块？有没有？怎样？不值，这真的快点啊你！假的，快点你！一定要！我的天哪！你是真的吗？真的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也太夸张了。那个酥，酥一层一层的千层，你可以吃到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咬下去的时候，把那个空气挤出来的时候，瞬间幸福就进入你的口腔里面，是不是？是真的很好吃，好吃，而且好吃，而且它的卡士达酱跟。不是，我觉得它草莓很红融洽，它的卡士达比一般卡士达不太一样，是还蛮有嚼劲的。对，嗯，哇，好吃。卡士达酱的黄色的就像是海绵宝宝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它吃完，一定要吃完，一定要把它吃完。是不是纳豆？这个正好，真的好好吃的，怎么那么有韧性啊？啊，好，再来呢？好，再来是另外。再把另外一个也吃完。人气商品香蕉派，香蕉，香蕉，香蕉派，香蕉派，对，新鲜的香蕉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焦糖，非常酥脆。那它香蕉派上面这个是奶油，然后就是它有一点加入有一点那个巧克力粉。提拉米苏吗？非常非常的香，然后下面就有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在吃这个，我是很怕腻的人，可是这个完全不腻，很好吃，真的不腻，对，真的不腻，香哦，我想你很喜欢香蕉系列，非常好吃。哎，你们也接待大口了吧？奶油也不腻，对，奶油完全不腻，完全不腻。所以说我单吃这个奶油，连一点腻的感觉都没有。哎，重点是在盘子里还有巧克力酱都不腻，加起来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可以切香蕉片来吃，切块很多哎，太好吃了吧？中间那个香蕉太好吃了吧？天哪！你不要吃完哦。好，嗯，是不是很正经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那这一间餐厅它加分的地方就是环境非常舒服，它有指定座位区，它有开放式的厨房之外呢，它还有就是客人会指定说哦，我想要坐落地窗。窗边，因为可以看出整个台北市区，因为这一家店就开在那个松烟成品附近，然后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，对，然后之后他们还有一个指定，就是现在非常红，就是天井区，天井区就是它上面是一个透明的，对对对，那在那边喝下午茶、吃晚餐都很舒服。它这个是 crust 有没有？就是外面那个皮有没有？我觉得是常常就是很多甜品的败笔，对，反而在那边没注意，他就注意到这一点了，就是把那个。东西做得很好吃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，咸的可以吃的，咸的纳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、啊？它里面有那个炒牛肉，然后还有洋葱、番茄，然后还有厚厚一层，大概快，然后上面全部都是 cheese， 全部都是 cheese 片，还有美食真的是能够让人开心，哇，真的可以，哇，纳豆你也太狠了，1000块。1000块，你们吃完，把他们吃完。蘑菇，然后那个肉，然后洋葱，好好吃哦！哇塞！而且它外面的那个面包应该不会太厚了。面包是现做的，现做的，不要再说了，很好入口。好了，1000块值得啦，我觉得值得。对，剩下，我们花了1000块，让我们很开心。接下来是生佑要帮我们介绍啊，欢迎生佑。来，
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道食物，它可厉害，它是金华饭店旗下的集团，每一道食物都是由法国厨师监控下完成的。这么厉害，好，来看一下它这个特写，食物特写。五星级法国名厨料理，震撼味蕾的顶级飨宴，吃到饱的松露披萨，一辈子难忘的味道，满足体育系的学生吃到饱的好料。像这个的话，它是松露的披萨，松露披萨，吃到饱可以吃有松露的披萨，怎么样，队长？它闻的时候已经很香了，吃下去更香，太棒了！这边第一次，吃过去。记住这个味道，以后你可以帮主人去找松露哈。大学生了没？看一下它这个特写，食物特写。哦哟！食材很新鲜的感觉，对，好强大，有眼鱼吗？青椒。它是突然吗？新鲜尾鱼吗？好像是突然哦，感觉有很多香料，对不对？香菜。哎，有没有下标冲动啊？有。哦，有下标冲动，但不见得有钱。还有了，我们还有钱。好，还够钱啊？对啊，怎么来？直接我跟你讲，两边都很想，哎，很想吃，直接猜拳好不好？好，我这次要赢，一定要赢。好 ，Patrick 跟阿 Q 还是猜拳？好来，加油！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。来，请派出一位试吃员，子之，好不好？好，子之吃。好，来，有请。我猜超久的，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哎呦，哇塞，哦，沾这个酱，哎呦，有酱汁的，里面有酱汁要搭配。好，哇，哎，有没有？看到，不要被看到。有没有？怎样？怎样？说一下，眼睛张大哎，超好吃的哎！因为我刚才看那个，它就是软软的 QQ 的，然后我觉得女生会非常喜欢，因为它有一点点酸酸的哦，好吃。哎，以为是鱼肉，又有酸酸的，起标价300元。这个值得。现在这个真的很好吃，1000:1000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讨论一下喽。两队的起标价是多少呢？你们能干嘛？你干嘛出这么低？妈有1000块，你输定了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好，400块先放进来。对啊。OK， 好 ，Patrick， 你是不是下一道？哎，钱放到箱子里面，派试吃员。哎，不，啊，对，来，现金要先放才行。来，好，先让你们看一下你们钓到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要留着吃下一道。不是，他们标到的东西就是这个。是什么呢？超级鲜百汇，它是由鱼肉做成的，就是当天最新鲜的鱼进口做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生佑，我是今天的美食特派记者。由于呢，我刚刚非常的累，刚运动完，肚子很饿，我想介绍一家很厉害的餐厅，请看，噔噔，异想食堂，究竟里面有什么厉害的料理呢？赶快跟我一起来吧，走。位在台大附近新开的第一家意大利自助餐厅，可是知名饭店集团旗下的餐厅。店内整体装潢相当有气氛，而周边都是落地窗环绕着，使得窗外视野一览无遗。抬头一看，天花板的灯可是书的造型哦。自助餐吧多达26种配料，不仅有新鲜沙拉，还有意大利传统甜点。更特别的是，光意大利面的面条就有20几种可供选择。挑选完面条与口味后，师傅会依你所选择的口味推荐适合的配料，现场炒意大利面。不仅如此，连披萨也是现做的，可以看到师傅在用料上可是毫不手软的。我说师傅啊，老板知道你料都放这么多吗？而在大火的熬烤下，只要等2分钟就能品尝到。看到生佑这么满足，都已经吃到拉开外套往后躺平，怎么能够只让他一个人独享呢？现场同学到底是哪位幸运儿可以吃到呢？
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像这样的等级，通常都是伟忠哥跟詹哥开会吃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可以满足体育系的学生吃到饱的好料。来，这个真的太夸张，你上面全部看到的，全部吃到饱。好，我就想说这个，一直拿，一直拿，一直拿，狂拿。然后像你看到这边有两种意大利面，对。然后如果你要点菜的话，像看那个照片，它有20多种面条给你选。对，而且你量要多少你就自己拿。然后重点是你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20多种面条有20多种口味，我跟你们讲，有不同的酱料，很猛哎，不同的配料，现点现做这样，现点现做，看到脚就软了。除此之外，上面还有28种配料，哇，自己挑，太过火腿啊，香菇啊，起司啊，香菜啊。然后他们当然也会有，譬如说啊，我想要罗勒奶油海鲜面，他会帮你调，就像他会自己帮你做。对，那披萨也是吗？披萨的话，像这个的话，它是松露的披萨。松露，松露披萨，吃到饱可以吃有松露的披萨。重点是无限续，无限。然后你吃不完怎样，还可以带回家。怎么真的？这他们特色，可以带回家啦，你吃不完。那我就跟晚餐的份都打包好这样子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吃，比如说你吃一块。他是说桌上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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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桌上的。那个可能很多人都带百分带回家，吃垮人家了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而且它的价位其实算非常的亲民哎，多亲民，真的很几百块，对不对？中午的话好像480，像今天刚刚40，就是这个是鬼头刀，鬼头刀，鬼头刀。你可以吃到煎的，也有全熟的，有都有，然后也有是外面稍微烤过的。我喜欢这个酱，蘸那个酱，对对对。哎，你这光这个你就已经是主餐啦，你可以吃这个吃到饱，就真的是很划算。好好就好，光这个就很划算了。怎么这么？哎，是四元对，不是五元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半差一半的，没有关系，400块。哇塞，你吃看这鱼来，哇，这肉朋友真的太好吃了，真好吃哎，真会做，寿司调的好。这对大学生来说，他们简直就是花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，可以吃到5星级大饭店的手艺耶，对不对？主厨又来，主厨又来是不是？欢迎主厨来啦！不要害羞啊，这个好好吃啊。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这两道怎么做？这太好吃了，你看那个酱汁。这个是有点像创意料理，因为我们每天都用新鲜的鱼货，是，然后有生鱼片等级的鱼肉，是，所以它吃起来会特别暖嫩。然后有多种的做法，就是有烧烤，或者是煎，或者是生鱼片。哦，你把它混搭在一起。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 sauce 是橄榄油配什么吗？橄榄油、柠檬还有白酒醋。哦，对对对，难怪调的柠檬的酸而已。那这个呢？哦，它这个是章鱼沙拉，它这个是有点就是有加那个意式陈醋下去调和的。哦，松露披萨哎，奇怪了，为什么又可以吃到松露，然后又可以吃到这么高级的生鱼片，但是价钱可以如此的实惠？对，而且你们这些学生都把松露拿都来。对啊，傻傻的，我知道捡起来吃。到底懂不懂？松露酱好好吃，我想吃松露。为什么可以这么？为什么可以这样这么做？好想吃，佛心来的，好想吃，好想吃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是走一些比较平民价钱的，然后可是我们呈现的方式是比较高档的。对，五星级。对，怎么样，队长？怎么这么便宜？不是，好香哦！它闻的时候已经很香了，吃下去更香，鼻子里面都是那个披萨的味道，那个松露的味道，那蘑菇哦，那是松露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什么？你这边第一次松露吃过去。松露，原来这是松露味的，好香哦！记住这个味道，以后你可以帮主人去找松露哈。来，甜点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个是好长，这个是卡罗尼，就是算是意大利传统的甜食。哦，它里面是有里科塔起司下去调的。对，然后它里面有外面的配料是有3种配料，一个是椰子，然后一个是开心果，一个是杏仁片。这个是什么的？那个是椰子，椰子，我想吃一下椰子，要吃一下椰子，哦，不得了，这披萨好好吃哦，哇，我爆爆浆啊，还是脆脆的，外面好像脆脆的这样，皮是脆脆，里面好好吃哦，谁要吃？太好吃了，这个留给女生吃。要付钱。椰子口味非常香。那这个是？付钱用不到。这是马斯卡彭 cheese。我
蛋糕啊 ，cheesecake 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嗯，可是它是不同的一般 cheesecake， 因为它里面有加一些软的那个 mascarpone cheese。mascarpone cheese 的特色是什么？吃起来？它吃起来就是会比较香浓。哦，比较香浓吗？让我来初看看，是不是真的比较香浓？哦，超扎实，很扎实，扎实。哇哇哇！我的咖啡呢？这个咖啡超要配咖啡了。对啊，那就麻烦主厨健保卡留下来，好不好？以后是名片吗？很怕我们又要排队排太长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晚餐是多少钱吃到饱？晚餐580。晚餐580，然后中餐400多，超级值，超值享受。而且我们晚餐还有，你不要逞强你是临时想，我没有逞强，想说做多少就做到底。评价大分量美食，食材甜美又新鲜。评价但分量超大，一个人绝对吃不完。来看一下食物的特写吧，非常好吃哦，它这个。甜甜的洋葱的那个酱的味道，就真的好好吃哦。这个就是它的食材真的非常新鲜，嗯，吃下就是很脆。看得出来白队很饿啊，真的很饿。大学生了没？超级值，超值享受。而且我们晚餐还有后切牛排。现切的，现切，好整条下去的，几条的，马上去。对对对对，你不要逞强你是临时想，我没有逞强，想说做多少就做到底。气氛来了，气氛来了，不要后悔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哦，可是这个紫金假日而已。啊，厉害！紫金假日，好，就在台大附近啦，好不好？请所有同学呢可以一起去这个，哇，这个美食真的太棒了，谢谢主厨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吃哦！好的，最后一位介绍美食的是 Angela， 欢迎 Angela。我今天呢要介绍的美食是平价，但分量超大，一个人绝对吃不完。哦，来看一下食物的特写吧。哎呦，感觉是鸡肉，然后下面是有炒饭吗？炖饭吗？应该是炖饭酱，哇！哎，要先请试试员啊，那我们还是先猜拳来。不要再猜，快点猜，好不好？一样的结果了，不要加油，来剪刀石头布，输一辈子啊 Q， 真的很逊哎，从头输到尾。试试员，请派出谁？哪一位？嗨卡。哎不，哎嗨卡，哎嗨卡是不是？好，来来，好，嗨卡。这什么？推论。嗯，很丰富啊，它味道很丰富，很多种味道在里面。诚恳，诚恳。然后里面还有料。里面蛮好吃的料。废话。我再吃一口，等我一下。嗨咖，你是故意想多吃几口吧？想吃美食就得想办法抢标成功。然而白队因为预算不足，竞标方式更改为出价最接近主持人所设定的标价，就能够抢标成功。最后一道美食奖落谁家呢？就看幸运女神站在哪一方吧。300到1000元，谢谢。三，千万不要听金阳的，金阳又在出主意了。没有，我真是不听他的。一，时间。来，我们把板亮出来。拜托，350的368。嗯，你为什么会猜350呢？阿 Q， 我不敢猜，是因为金阳说400。对，金阳说400，我们不要再听他的了，不要再听金阳的。好，正确答案是675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评价，我要告诉你，再听一下。他说什么评价？我们是以评价逻辑去挑的。啊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评价了啊。对啊。数字光了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吃到什么东西呢？它呢是罗勒意式罗勒炖饭。意式罗勒炖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。
听说实践最近附近开了一家评价分量又超大的餐厅，那我这个大胃王呢，就一定要进去挑战看看，看他能不能满足我的胃。在实践大学附近新开了一间餐厅，他们还有提供商业午餐，连学生都能以经济又实惠的价格吃到哦。店里装潢走的是美式风格，狮子是店里的吉祥物，随处都可以看到有可爱的小狮子玩偶。店内环境空间很大，有许多包厢和座位，很适合来这里办聚会活动。还有大型电视播放运动赛事，三五好友结伴一起看更是热闹。店家考量到大学生的经济能力，餐点分量都给得很大气。老板说这可是市面上最大的鸡腿肉，都跟脸一样大。桌子满满的都是大分量的食物，连饮料都大杯到用啤酒杯装，这也太过分了。看看 Angela 都迫不及待打吃了，快来猜猜看，这么大分量的料理到底要多少钱呢？好，我们今天最后一道菜上菜啦！来 ，Angela 有请，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道呢是迷迭香鸡腿佐意式罗勒炖饭，而且它的鸡腿非常大，它的鸡腿分量超大，超大，真的是超伟大。而且它的鸡腿是先炸，然后先锁住那个肉汁，之后再拿去300度那种高温火烤，所以它就是切下去的那一刹那是有咔嚓的声音的，然后流。对，超好吃，而且他们的迷迭香炖饭啊，他们的炖饭那个罗勒叶是他们自己磨，然后自己做的。要非常恭喜红队到现在已经吃到很撑呐，哇，4道吃到3道了。对啊，这两个女生好像前面都看过了哈，已经重复了，你看，他们已经吃到 double 了，你看到。一边吃一边还说好饱哦，今天对，真的好饱哇，什么都吃到了。我这炖饭真好吃。它这个是甜甜的，就是甜甜的，它有一个红酒醋酱在里面。对，这样吃起来是。就是真的是跟那个嗨咖刚才说的一样很丰富，因为它这个就是青酱的味道，然后鸡腿上面有那个酱的味道，这上面有一个甜甜的洋葱的那个酱的味道，就真的好好吃哦。青酱很重要，就是它不能割太割，对，太割那个它米饭一粒一粒就吃不出来，对，但它刚刚好，炖饭就在每一颗都裹到那个酱，对对对对。很棒，嗯。而且它的店内特色的话，就是他们的座位非常宽敞，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，像我们学校就很常去那边办一些谢师宴啊活动，而且还有隐藏性包厢，然后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很舒适。隐藏性包厢是坐进去就会变隐形的吗？没有，就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独立包厢这样子，然后很适合去开会或者大家一起去那边聚餐，而且那个座位很宽敞很舒服，在那边待一整天都可以。哇，真的料很新鲜，非常新鲜。还有另外一道沙拉，另外这。这道沙拉的话是火烤中卷沙拉，因为它这份量超大，它是一整只火烤中卷就直接豪迈的放上去，对，真的，好棒哦！那价格怎么样？哦，价格的话100到200多一点点而已，这么便宜啊！这很赞的。大学生了没？升了没？价格怎么样？哦，价格的话在100到200多一点点而已。这么便宜啊！这很赞的，非常便宜。它是就是主打就是平价，很便宜，然后但分量超大。哦，那静静报告一下刚刚吃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它这个很清爽，就很多，而且我还蛮少看到沙拉有这种。有那个叫什么套球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特色就是它的食材真的非常新鲜，嗯，吃起来就是很脆的。是，嗯，所以今天红队吃到3道，最后要问一下白队 ，Wallace 都没吃到，是不是？有吃草莓沙。Wallace 好想吃哦。你有没有最想去哪一家今天介绍的？想去第3间，吃到饱，因为可以吃到饱。因为你看得出来白队很饿啊，好饿，真的很饿，真的。再次谢谢四位店家，也谢谢。